你的旧准信息暴露了，这种事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大不了换份工作，不要太紧张啦。。去采草。拜。 把衣服换了。Somebody help me! Somebody help me! Look at this! She hit me! Help me! 你怎么弄的呀？怎么了？怎么了？She hit me! You're gonna be my witnesses! She hit m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大哥，失忆。Yes, 打 you. Yeah, I'm gonna sue her. I'm telling you now. 余振走。 你疯了！你打他，他是我请来最好的摄影师，你是不是有病？他就是个流氓。What did you say? What did you say? Nothing, nothing. Calm down. 你现在需要去 hospital 啊，咱们先止血啊。他的问题我会处理，放心吧。你给我等着，于大嫂啊。喂，菲菲姐。 萨克受伤了，这怎么办呀？我们不能不拍呀，准备了这么久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告诉菲菲姐。好，我知道了。我刚给菲菲姐打电话，她还在开会呢。不会就是摸了你几下，怎么？又不会真的对你怎么样？别的人也都在忍啊。就是，都是成年人了，怎么能耽误拍摄？你别胡说了，你看他都快哭了。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还是去道个歉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肯定还没走远。 应该在楼上，我们一起去扶个软。说完没有？他是流氓，你们都是帮凶。我们家柔柔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受气的。走，让开。你自己看。 哇哦，我还蛮上进的嘛。于彩草，你怎么的公然动手啊？我没有动手啊。哎，等等，推一下应该不算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种态度？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暴力倾向、故意伤人，还是别的？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这一点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你的旧准信息暴露了。 可是他们之前都不知道。嗯，因为我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担心，会忧虑，不知道我下一秒会做出什么，不知道我有没有暴力倾向，不知道我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的工作。没关系啊，这种事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已经很习惯了。大不了换份工作，不要太紧张啦。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去采草。拜。